廣州塔的摩天輪正式營業，下次去廣州大家可以試下測試一下膽量的。由駐廣州記者曾廣宇帶大家睇下。摩天輪在遊樂場就玩得多了，離地450米的摩天輪，不知道大家又會不會試下呢？廣州塔是全廣州最高的建築物，摩天輪就起在頂層。同一般樹立式的摩天輪不同，廣州塔摩天輪有16個球形艙沿住塔頂傾斜地運轉，在艙入面羊城大大小小的建築都盡在腳下。名勝赤崗塔、亞運開幕場地海心沙島亦都可以清楚看到。摩天輪圍繞住廣州塔轉一個圈，大概需要20分鐘。咁喺呢啲離地400米嘅球艙入面，如果啦天氣好啲，冇乜霧嘅話，基本上咧可以望到曬市區全景㗎。咁遊客用咁高嘅角度睇廣州，一定會有另一番嘅感受。摩天輪起喺高塔上面，大風同埋雷擊等嘅安全問題避住。設計嘅工程師話：開業之前經過3個月無載人嘅試運，證實可靠。又強調採用多項新技術，確保唔會發生意外。30年裡面，幾乎沒有這個颱風正面登陸的記錄，而且它最大的風啊，只有十級風了。那麼我們現在設計呢，已經考慮100年一遇的那個結構的外側，我們增加了避雷針。然後呢，我們那個每一個球艙呢，它都有這個避雷針是什麼呢？主要防止侧击雷是吧？想坐广州塔摩天轮，登塔连埋摩天轮的收费平日要280蚊人民币，但中秋摩天轮的套票定价提高去到599蚊人民币，有民众批评趁节日坐地起价。负责人就解释，套票包括餐饮和特别节目的费用，中秋当日早上仍然可以用280蚊坐摩天轮。亚洲电视驻广州记者曾广宇报道。